一亩地挣个50多块钱吧，这全部下来也就挣个3000多块钱。用五子机大约效果好，一小时可以作业200公里，声势成功，特别这个大的块效果非常明显。 它这个大油车是棚无韵，水量大，水槽比较干净。两台车，按这2000多亩地，3-4天都打完了。现在种地嘞比较方便，全程机械化。